大家下午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一吨反渗透设备。该反渗透设备采用的是304全不锈钢的机身，它的机身结构稳定可靠，大气美观该系统采用的是继电器控制，继电器控制呢结构稳定可靠，然后故障点少。该系统是由石英砂、活性炭软化组成，然后石英砂的话它主要是去除水中的悬浮物、泥沙以及大颗粒物质，活性炭呢主要是去除水中的余氯以及胶体、色素等，软化树脂的话它主要是去除水中的钙和镁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垢。然后经过我们的精密过滤器，精密过滤器里面呢是填装了20寸5微米的 PP 滤芯，然后通过我们的高压泵将水压入我们的反渗透膜里面。我们的反渗透膜的精度是0.001微米，它的精度的话脱源率可以达到98%到99%的脱源率，脱源率的话可以说是相当于只有水分子可以通过。今天的设备就介绍到这里，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在评论区联系我们。